各位菩萨，各位大德，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第四讲。好，那个前面我们已经把《金刚经》它前面从佛陀托钵这个来做起源，它是个序分，揭开序幕。那个须菩提似乎看出了佛陀日常生活都跟我们一样，完全都一样。那其实以当时佛陀这个时代，他从托钵到回来了以后，缓释气说一波，洗足以趺坐而坐，其实就是呢整个一天的生活了。因为当时啊没有电灯嘛，所以大家比较早睡。好，那各位，佛陀一天的生活仿佛跟大家都一样。所以呢，这个时候的须菩提看到佛陀的日常生活当下，他在那当下，他左右逢源，行行是道。所以须菩提似乎看出了什么，那看出什么？这须菩提当然呢，他就要问个究竟。佛陀来告诉我们，你告诉我们给他两个问题。第一个，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如来善护主诸菩萨。而在开头一问的这两个问题里面，牵涉到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个，如何降伏其心？先如何安住其心？第二个，如何降伏其心？好，所以呢，如来善护主诸菩萨，善护念诸菩萨，引发两个问题。这两个是须菩提要问的，因为佛陀一定呢，一定各位有他的道理。那佛陀自己成佛，他的诀窍是什么？佛陀们跟你呢，各位学习人已经那么多久了，佛陀你在对我们这样子的开示。所以呢，讲完了以后，当然这是两个问题，两个问题，如何安住其心，安住住；第二个，如何降伏其心。那当然我们知道，安住所安住者一定是真心，降伏者一定是妄心。好，各位，这个就是一部《金刚经》的起源哦。从这个起源到后面，全部在讲这些事。那各位，有关须菩提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佛陀的回答是：这个回答呢，佛陀一开头也是《金刚经》的结尾了。那个，这个是所有般若部里面的最圆满的一句话。所以各位，我们才知道说，原来《金刚经》是佛陀讲22年般若部的总纲领啊。所以各位，大家要知道，到底22年大般若经般若部，佛陀讲那么多，在讲什么？各位，如果我们把《金刚经》做总结的话，从一开头的序分到最后，到最后要流通分的所有的，如果呢，各位，我们昭明太子把它分成32分的话，所有都是围绕在这个主题。这是成佛的要诀，成佛必须是这么才能成佛。而他怎么说呢？佛陀怎么告诉我们吗？哦，各位这边就仔细哦，很仔细哦。跟他说要灭度，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这句话，那个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这句话，你要把这众生灭度到什么地步呢？令入，令入无余涅槃。无余涅槃而灭度之。什么叫灭度到什么地步？是无余涅槃，不是有余。那什么叫无余涅槃？个本无的境界，它是一个无为法的圆满境界，这个叫无余涅槃。各位，换句话说，什么叫无余涅槃？就是要成佛啦，到圆满究竟成佛。总之，无余涅槃就成佛。你要呢，帮助这些众生灭掉众生的烦恼，灭掉众生的习性，然后度化所有无数量无边众生进入佛道，进入佛的最圆满的境界。然后呢，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令入无余涅槃之后呢，实无，实自在无，实无众生
可灭度者。哎，各位，请各位，《金刚经》的主轴，各位抓到的话，各位如果以前有听过圆觉经、望见还原观，做华严的要义动，那个圆觉呢，它是呢各宗派的综合。圆觉是个禅的经哦，也是一个华严天台，因为它讲天台，各位呢，它讲圆觉讲三观，一心三观，就天台的空假宗嘛，所以它含有这个思想，所以呢，它是很圆融的思想，在圆觉经里面呢，哈，那各位你去看哦，现在。当各位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体悟，让了解的话，各位这句话我向各位讲，为什么还要再讲一次《金刚经》？因为各位《圆觉经》有听过了，假设你没有听过也没关系，直接进入《金刚经》，这个都是成佛之道啦。好，个佛陀答案是这样子。那个当这个答案这样出来的时候，后面有一句话。再复习，因为今天所讲的是要把这个来做延续，何以故？各位佛陀已经讲出答案，又来个何以故？为什么呢？因为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即非菩萨。换句话说，佛陀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当你体悟到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而令入无余涅槃，而十无众生可灭度者，你有这样的见地、这样之见的话，这位菩萨他一定是放下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换句话说，你如果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的见地、你的对实相的体悟还不是很清楚，因为有我相者，可他绝对不知道什么叫灭度无数量无边众生，令入无余涅槃，这个令入十无众生的灭，他就不知道，因为四相的所相一个存在，后面全部都存在，所以重点是在哪一个？我相。好，可到这边是我们把今天是第四讲，把一二三讲我们来做一个综合。所以各位，我仍然是这样子，《金刚经》每到一个地方，不是一个片段进去，我会引前面的引文，那中间的过程来做一个复习。最后各位啊，学到《金刚经》个最后一讲的时候，整个《金刚经》的架构，它跟须菩提的对话，可在你的心中叫做瓦界，可一一的呈现出来。各位这样子才能讲是通达金刚经，而不是在一个片段里面。好，那各位安住跟降伏，那讲到这边以后，我现在补充一点，因为现在来听着所引出来听着，当然有人、灰人、阿修罗等，可是前面呢是须菩提为上首。各位知道须菩提他是什么身份？当然他叫声闻乘。所以各位，现在金刚经如果能说那佛是对声闻乘的尊者来讲金刚经也可以。那各位你要知道哦，我们是如是我闻的当机者，我们并不是一个旁边的人，我们是当机者哦。可不管是声闻乘是菩萨乘，可根本先不用说。可是如果单从声闻乘的角度而言，你要成佛，一定要两个问题，你一定要灵心，不然你成不了佛。为什么？因为佛曾经说过，你要成佛果，必然一定要度众生。众生没有度尽，你成不了佛。所以，对一个声闻乘的须菩提而言，他这个当机者要为那么多的声闻、那么多的这些菩萨、那么多的众生。他当机者来问这句话，所以现在从开头的这一段哦，又引发了这两个问题来。刚才是安住跟降伏，现在出现了两个，哪两个？第一个是成佛，上求佛道成佛，然后下化众生怎么样度众？现在是佛跟众生的事。从这边
各位要引发这两个，换句话说，各位整部《金刚经》它的编排自然由须菩提起的发问，那当时候可能就是当时候这些声闻乘者跟这些佛的弟子里面他内心的疑问，众生那么多我怎么度，众生这么难度我怎么度，众生你要度尽，你度完以后源源不息的又在生众生，一代一代在生众生，我怎么度得完呢？可是佛又有启示说，如果众生没有度尽，你又成不了佛。但我们的目的是要来成佛，可是又有众生这样子的难题，所以我们非常的两难。所以当时的阿罗汉哦，各位，他只有一个想法，生正就有想法，他只要证阿罗汉果就可以了。各位，这个就是《法华经》里面要讲的话了啦。佛陀告诉你说证阿罗汉好，可这个是全法，《法华经》是一乘法，他要免落实法，这是《法华经》要讲的要义哦。那你要入实法，就成佛才是入实法。可是现在我又面临了怎么成佛？可单单一个众生你就过不了，你怎么成佛？好，现在佛在《金刚经》里面要开宗明义的讲了，为什么声闻乘那么害怕，那么多众生我度不完？佛告诉我们，你不是度得完度不完的问题，是你知见错误。佛坦白告诉我们，十无众生可灭度者。请问各位，这句话如果你知见够的话，不是就圆满了吗？各位思考看看，我现在这个疑问，众生那么多我度不完了，佛告诉你十无众生可灭度者，不是解决你的问题了吗？那么为什么十无众生可灭度者？当然经典为什么要经典？佛陀的伟大是他讲出一个结论，一定解释这个结论，所以经典才会那么多啦。其实是一句话而已啦，十无众生可灭度者，可是何以故？各位，大圣起信论他开头就讲这段话，请各位仔细听哦。他说所有的菩萨要如实知，你要如实知道，知道什么？一切众生以我身心，一切众生跟我本是真如平等，究竟无差异。换句话说，大圣起心论所讲的众生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两个字为同体。既然他跟我是同体，你度什么众生？你把自己度完，众生就度完了啦，因为你就是众生啊。好，各位，大圣起论这句话，如果呢我现在用本心用境来讲更清楚，你从你的本心出发点说的众生，不是你心中的众生吗？那个这众生不是指人类而已哦，不然指什么？有形无形都一样哦。你看到的山河大地不是你心中的众生吗？所以众生叫众和，众缘合为生，所以《金刚经》里面引众生有这些类叫众生，若卵生，若湿生，若化生，若胎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各位，总归一句话，这个全部都是你心中的众生。所以请问你要度什么众生呢？各位，你把自己解决完毕，所以众生全部解决完毕了。各位，今天最大问题是自己啦，是我相我执在作祟而已啦。你这个牵不开，各位，你说你学佛学得多好，没办法啦。所以各位后面才会讲，我相、莲相、众相、受相，我相为主。哇，各位，你去看，我们是当机者，这个听了以后，心中多么舒爽啊！哈，累劫来的问题，你发菩提心要度这种问题，就解决了。那个，这个是大乘起信论的角度。如果从净明心，净明心要维摩诘心，他讲一句话，他说众生毕竟即灭，所以不需要再灭。各位，这句话，众生本来就即灭啊。说何须再灭？
那个什么叫极昧？极昧叫无声呢、啊。众生本来就无声呢、啊。各位，你要站在本心看众生，不是那个个体个体的众生，个体个体的众生再来用本心来看众生，也是无声呢、啊。为什么是无声？它是影像啊。哇，各位你去看。那各位，当我们从这两部很重要的大乘经典，他已经告诉我们了，你与众生本同体，你要度什么众生？众生本无生，本极灭，所以不需要再灭。各位如果站在圆觉哦，圆满的圆觉哦，各位圆觉经你翻开，这个我们讲过，佛陀对普眼菩萨讲，使之众生本成佛，个问题解决了。众生本成佛，众生都是佛，你度什么众生？所以平等真法界，佛不度众生。各位这句话记得哦，平等真法界，佛不度众生。为什么？大家都是佛，你度什么众生？你度什么佛？佛哪有在度佛的？那各位，你跟你们讲啊，佛不度佛，为什么？经典讲一大堆，经典是一个明示，一个开示，你要悟入原来我是佛。这个是佛陀的伟大，佛陀从来没有给我们什么，佛陀是我们的大德，他是我们的最大善知识，他没有给我们什么，他只告诉我们真相是什么。各位你要听得懂这句话哦，佛陀从来没有给你什么，他没有给你钱，也没有给你什么，什么都没有啊，也没有给你什么功德啊，佛陀不讲这个啊。为什么不讲这个？因为没这回事。自信的功德，佛是告诉你，你本来就是佛，是各位相信不相信而已嘛。那这部《金刚经》，因为听的人是须菩提等级的，当然也有菩萨。我现在讲当机正须菩提，他们已经修到什么样程度的啊？可今天佛陀要解开这个谜题，所以你要成佛，你要度众生，众生的问题已经跟你讲了。哇，须菩提啊，刘友心开一解。所以《金刚经》有一品，须菩提地力涕力悲泣，为什么要哭？各位，我问你啊，你听《金刚》这句话，你有没有哭？你说有，有啦，有感动，可哭不出来也可以。可是个，你如果听这个啊，讲这个讲什么？这个都听过什么？各位跟你讲哦，这个是谤佛不解如来真实义，弃心者就会感动。你说我都不感动啊，你不弃心。各位，如果讲一句话，今天没讲过，经常讲你根气还浅呐、啊，你还早啦。各位听得懂不懂意思？学佛是在见地，各位一定要知道。所以只有见地叫智慧，才能波罗蜜。各位，我在引六祖那句话，你去听哦。六祖他也引述过《金刚经》，历代注解《金刚经》的很多大德，各位像智者大师何等人物，他也解释过《金刚经》哦，哦回基大师也解释过《金刚经》，他的师父玄奘更不用讲，是译出《金刚经》的啊。鸠罗摩什大师的两大弟子，一个叫曾照，一个叫竺道生，都是《金刚经》的专家。各位你要知道哦，好、哦，那三章这个三论宗的祖师叫吉藏，吉祥的吉，西藏的藏，吉藏大师，他也是《金刚经》的专家，他也注解过《金刚经》。那个由六祖来注解更是气心，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六祖是因为听金刚经就把大彻大悟的嘛。六祖这中间没有修行，他只听一句话，这句话是说啊，我就是这样子。哪一句话？各位都知道，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嘛。那个六祖24岁还没有出家，他呢大彻大悟以后，为什么要在内连队15年呢？各位你要知道，因为理上已经圆满，事上事理事圆融的事要来成就圆满。理我知道了，见地绝对圆满，那你在事上看看呢？看你在事上碰到了逆境，碰到顺境，你的心来放在哪里啊？各位，六祖的功夫都要15年。各位想想看，那我们呢、啊？各位。我们理上不圆，你事上当然就不圆嘛。像理上你圆了，各位你是期待一个而已，你理上知道了，事上的日常生活就是你最好的磨练。所以佛陀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他还是正方面一样哦，
须菩提看出来了，他才会问这个问题。各位，你要知道啦，这个太重要了啦。那个世上的日常生活是缘来则应，你现在扮演什么角色，这个就是你设定好的因缘。各位你要知道哦，这个因缘在做的过程里面，各位，我的口号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可是进入般若智慧就是没烦恼。可你能这样子的话，各位，我们就是《金刚经》真正的当机者啦，成佛可期。各位，你真的要承担？他说啊，成佛太遥远，不会遥远，各种会遥远。因为你成佛，你一定要度众生嘛。哦，佛陀告诉你，没有众生可度啊。啊，你一定要成佛嘛，上求佛道。各位，这句话来引申，哪一句话？众生本成佛，啊，你已经成佛了。各位，你还有什么难？所以各位，你知道，是我现在讲啊，《金刚经》其实讲到这边，整部《金刚经》差不多了啦，真的啦。后面是让你更印证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各知道这个意思吗？然后再来日常生活里面进去磨练。各位，你离开日常生活，你很难证到圆满究竟的实相。我说我懂了，懂了。日常生活看你懂不懂？所以一次一次来，一次一次挫折来，一次一次来。哦，那个看你怎么来对待。这个就是这部《金刚经》要讲的道理。所以般若智慧最重要，所以才叫般若波罗蜜啊。没有般若，没有办法波罗蜜。各位，波罗蜜就到彼岸，其实你自己以后才知道，原来到彼岸就是此岸，此岸彼岸不分彼此啦，无彼无此才是真正的这一岸啦。所以六祖讲这句话，我现在把六祖的话现在做一个结论，我们再来看经文。六祖讲什么呢？六祖讲佛性虽坚，可这句话你要永远记得，佛性虽坚，当然啊，它不可摧啊，它如金刚一般啊，佛性虽坚，可是烦恼可乱，诸有，不是烦恼可破，它是可乱，可乱，它很坚，可是会乱，唯独波雷智，它可破，可破这个烦恼。可诸有，不是佛性可破啊，佛性永远是被动的，你不管怎么干扰它，还是佛性，它还是本质清净。可是你不清净，是你的妄心在不清净，跟佛性无相干。那你妄心不清净，所以须菩提问如何降伏其心。所以佛陀在讲《金刚经》的后面，他提出两个问题，佛陀都不讲安住。为什么不讲安住？你本来就安住，不安住不需要讲了。你只要降伏，他就不住而住了啦。所以你看，整部《金刚经》没有教我们怎么安住的方法，因为你本来就存在。你本来就安住，你本来就清净，佛陀不会教你们如果把佛性清净，可不用，他本来就清净，本质清净，本不动摇。可是清净，我们认为不清净，是我们妄心在不清净，所以你要降伏嘛。降伏的方法就是般若智，所以叫做般若波罗蜜。各位掌声，有没有清楚？好，那个这样清楚了以后，我们现在。各位要进入到今天的主文哦，各位，《金刚经》因为它只有5100多个字，所以字字都重要，它几乎没有废话，哦，因为它全部一针见血，尤其是鸠罗摩什大师的翻译，哎，他翻译这么简洁，有原因，就像《心经》一样。好，那个现在我们来这个念这一段，哈，攻读这一段。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相布施，不住身伤未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须菩提，于意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否？福也，世尊。须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否？福也，世尊。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
须菩提，菩萨但因汝所教住。好，先到这。各位，注解《金刚经》者，我刚刚说过，有那么多的善知识跟那么多的这些贤圣来注解，其中有一个，可其实是我这一次讲《金刚经》，会常引他的论述来解释他是哪一位呢？他就是多帅内院的未来佛弥勒菩萨，这个太殊胜了。无着菩萨，我已经跟各位讲，他距离佛陀跟那道佛教来传入中国，可他是大乘佛法的一个中心者，他是唯识学、瑜伽师地论的一个大尊者，他叫做无着菩萨。无着菩萨从定中，他聆听了弥勒菩萨对《金刚经》的解释，然后他传授给那弟弟叫世亲，天亲菩萨。那各位，这两位兄弟有非常特殊的因缘。世亲菩萨本来是学声闻乘，所以他毁谤大乘。当以后他知道大乘的可贵跟殊胜的时候，他非常的忏悔，所以呢，他在佛陀面前向佛前佛像前发誓，他因为毁谤过大乘，所以他要把舌头把割掉，可以来弥补他的罪过。无着菩萨看到他弟弟世亲菩萨想这么做，他劝他弟弟：“你不用，你既然可以用舌头毁谤大乘，为什么你不用你的舌头来轰送大乘呢？”可这句话点醒梦中人。可这个时候，天亲菩萨就开始发愿，从此又弘扬大乘。那因为他根器，他是个菩萨的大法器，他以后这些都是属于大菩萨，所以呢，无着菩萨有很多呢，他从弥勒菩萨所得到的讯息。为什么他们跟弥勒菩萨这么亲密、这么亲近？因为这两位大菩萨都是属于唯识法相中的专家。那个大家知道，弥勒菩萨是学什么的？是什么的大专家？是唯识学法相中。那个我不知道这个是有意还是无意。竟然弥勒菩萨会对波勒部的《金刚经》产生讲的开示，哇！个世亲菩萨，个这个天亲，这个无着菩萨觉得弥足珍贵，因为他们想听弥勒菩萨开示是瑜伽师地论，就法相中的嘛，好，可是却开示了波勒部。那个现在让呢无着菩萨觉得弥勒菩萨一定另有用意。个原来最后所有的一切都是皈依，都是在般若思想啦。那个他就把他所听到的这些偈给他讲给世亲菩萨听，他弟弟世亲有时候换成天亲都可以。那世亲菩萨就把他释诸于文字，以后又传到中国来，中国又做翻译，可是很少人呢能碰到这个偈颂。那个我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讲圆觉的时候，可那个太偶然了，各位，灵机一来，我就用这个来解释，当作佛，好，就是我们的如来对尽诸业障菩萨所开示的四相，我向人家众相要破四相的四相，我曾引他的记忆。那个今天时机来了，为什么要重新讲这《金刚经》？是因为我在讲圆觉经，可我觉得它跟《金刚经》跟圆觉经。可他在纲领上以及这宗旨上有相当的磨合之处。那各位，因为圆觉他的理论方法什么都有，可是讲到最后的结论的还是《金刚经》的圆觉，还是回归到般若金刚啊，还是圆觉自信啊，所以再重新来讲这一次《金刚经》，让各位来回归金刚，来圆满你的佛性，以金刚来做圆满。好，那各位，这个记忆里面的第一首，各位这一首哈，你们可以的话，都可以把它朗朗上口。好，这句话他讲：广大第一藏，其心不颠倒，利益身心住。此圣功德满。好，各位，
当我们看到这个记，你有没有发现到记分四段嘛，四句嘛，这四句呢前两句就是我们第三讲所讲的那段话，哪一段话？重点那段话，今天在做复习那段话，广大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性，广大到什么程度？能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各位，不管众生有多少，完全不离开我们的心，你看我们的心多广大。然后你要把这众生灭度到哪里？成佛，成佛是第一义，所以叫做第一。你是要把它不是带到天上哦，不是带到去哪边享乐，是要成佛的圆满境界，我们称为叫第一义第一啦。然后十五众生得灭度者，注意，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就是真正如来的常，本来就没有众生可灭度。所以世亲菩萨的解释，如果的心存有众生可度的话，这个称为叫思常，非常不是常，因为你没有办法成就。所以广大第一常就是佛陀跟须菩提所讲，如果安住若相互其心的第一句话，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就是广大，然后令入无余灭涅槃就是第一，然后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如果各位能体悟到这个的见地的话，这个人已经离开四相了。哪四相？是其心不颠倒，颠倒就是四相来困扰，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各位这样子，各位都很清楚。所以各位，我再从这个角度，我再解释一次，让各位能更加的体会跟气心。广大就灭度无数量无边众生，那各位想，你心常怀灭度无数量无边众生的心那么大，大到变成虚空那么大，虚空哪有我呢？所以广大这两个字破我们的我相。各位，今天我们为什么有我相？心胸太狭窄了，容不了众生。为什么容不了众生？因为我们市场有个我嘛，我跟你嘛，你跟我不一样，我容不了你嘛。各位，今天你的见地智慧已经可以容纳无量无边的众生。各位，无形之中当下我执我相放下，这个没有我相了。第二个，第一，你要灭度众生干什么？成佛啊！所以众生叫人啊，人能够成佛，所以第二个人相破掉，因为他都活了。第三个，十五众生得灭度者，为什么？因为众生跟我同体啊。十五众生得灭度者，你破掉什么相？众生相。四相破掉三相，做受者相，就心中的留存的时间一定破啊。所以各位，广大第一常，如果有这样见地的菩萨，四相不存在了啦。所以其心不颠倒，各位你思考看看，如果各位你还敢言弃心的话，鼓掌一下，就是这一回事啊。哦，各位你看这无上华，如果你心中时常存这个，各位不是我要去修把我相去掉联想去掉，那不是修来的，是你见地来的。你怎么修掉我的我相？再怎么修，你如果认为你有我，你还是我啊，就你死掉你还是我啊，是死掉当鬼而已啊，鬼还是我啊。好了，如果爱吃的话叫贪，他叫爱吃鬼啊，好色叫好色鬼啊，各位还是一个我啊。哦，各位你去看《金刚经》多殊胜啊，从头到后绝无能长。去看，各位，弥勒菩萨更是厉害，五个字道出《金刚经》的主轴。可这五个字，各位没有解释的话，很难懂。广大第一常什么意思？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十无众生的灭度者。接下来《金刚经》讲。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相、寿相，即非菩萨。所以各位，你已经知道灭度无数量边众生，令度无余涅槃的灭度之十众生的灭度者，你的四相自然去除，自然没有四相，你没有四相就成佛了。各位，佛陀
最简洁的方法成佛，把它讲得最清楚的，我告诉各位哈，这是一部《金刚经》。所以为什么《金刚经》那么重要了？圆觉经是成佛的经哦，可是他因为十二个菩萨在问，他是依照每个菩萨来做解释。《金刚经》完全是回归般若波罗蜜的金刚心，全部的主题都是在这个地方环绕。所以这部《金刚经》重要到这个程度就是这样。难道历代各都一定各位要《金刚经》呢？都要这一部《金刚经》来呢自立，然后再来立他啊。好，各位，如果各位能这样子的话，利益身心住，这个利益有多大嘞？你能这样子，利益有多大？我刚才念过了，有多大？福德不可思量，这个利益多大？等一下要举例了。东方虚空可思量我，这个是举例了。东方虚空、南方虚空、北方虚空，各位，中间虚空、所有的虚空，不是同个虚空吗？这个是佛他教学的用话。所有的虚空是同个虚空，虚空怎么可以思量？不可思量，那你看福报有多大，福德功德有多大，所以叫做利益。你看，所以现在的后面这两句话是在形容今天要教的前半段，前半段这个叫做利益。而这个利益是什么？当然他就做一个结论，利益为什么那么大？当然就前面的这句话以外，再总归一句话，就是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啊。当你了解到无所住的这一颗心，心本来就无所住，现在金刚经用两个字叫不住，各位到第十分的时候真正的把不住再做解释，叫无所住，没有对象让你住，那是心的显现哦。各位，无所住的心才叫做身心。你只要还有住，都不能叫做身心。你只要还有住，你就一定有我相、人相、众相、寿者相，你还不能体会到广大第一常，你不能体会到灭度无数量变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的这句话。所以身心住的身心就是无所住心，各位，就是金刚经六祖大彻大悟的那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这个心叫做身心住，住安住住，那就是我们的本心啊。而这利益有多大？他说这样子的称，这称叫最上称，金刚称，功德满，这功德如虚空一样充满的虚空，功德不可思量。所以各位，今天刚才所念的这一段经文，弥勒菩萨解释出来。所以各位，这个记是弥勒菩萨记诵很重要开头对《金刚经》的一个记语。哦，各位，我希望说各位以后你就是慢慢要《金刚经》，因为以后你们有可能要把《金刚经》演述给众生听呐、啊。好、哦，那个《金刚经》。当然你要进入实相的经嘛，你要有这样的见地跟了解，弥勒菩萨这句话最能解释跟这个相应。好，各位，我们复习一下：广大第一常，其心不颠倒，利益身心住，此胜功德满。好，这句话各位懂的话，底下我们用念的过来，我们来攻读一次，各位你就能体悟了啊，就能体悟啊。好，各位，现在我念出哈、啊，你各位，护持须菩提，菩萨法因无所住，你看无所住出来了，无所住就是身心，无所住才是身心，那个无所住才身心，为什么它是身心？身心就是我们的菩提心，身心就是直心，直心就道场，是我们的本心，本来本心就无所住啦，本来就无所住，所以菩萨一法因无所住而行于布施。我等一下讲什么叫布施，为什么所谓不住色布施，既然有色，所以接下来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因如是布施，不住一相哦，因为无所住哦，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如果菩萨能够身心住的话，其福德
不可思量。不可思量到什么程度？就是此圣功德满。好，再看下一页。须菩提于云何？这个是一个解释，补充的解释。东方虚空可思量否？无也，世尊。就没有办法思量。正在地球世界的角度，虚空没有办法思量。那既然他没有办法虚思量，所以佛陀才时常用虚空来比喻我们的心。可是虚空真正跟法界我们的心来比较的话，用现在科学来比较的话，楞严经的那句话用讲很多次，如片云点太虚，太虚就太轻一样，可又不能够比较啊。好，所以你看无也世尊，须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这是佛陀的教法啊。好，可佛陀在教法他会就全部引出来，其实一个就是了啦。所以我才讲嘛，他跟孔子的教法是不一样的。孔子的教法他是要你举一反三。为什么？各位你要知道，孔子68岁他周游列国回来，68岁他决定要有教无类来教导众生。好，所以我们把它称为至圣先师嘛，中国人把它称为，他只教4年，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子就往生了。4年短短的时间，他要讲所有的人伦之道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呢我们的孔子他争取时间，所以呢举一反三。对，如果你举一反三再问的话，孔子会骂你朽木不可雕也。为什么连这个再问？我说我是让举例嘛，比如说一个正方形嘛，这边90度，你问说，孔子说正方形这边90度啊，子路问孔子啊，请问下面这个几度？朽木不可雕也。为什么这个90度你不要，你会举一反三了？可是我们佛陀相反，他明明跟你讲这个90度，他马上就讲下面这个90度，斜面这个90度，下面这个90度，把它反过来也都90度，反过去也90度，从上看90度，下看90度，左看90度，右看90度，啊，这样子佛陀才会讲完。为什么？让你更深信。各位，例子就这样来啊。东方虚空可思量否？可虚空哪会思量？还要分东方。接下来，南西北方啊，那年更不行了。四维那个上下虚空可思量否？当然不可思量。各位，因为这个是圣者跟圣者的对话啊。哦，如果是凡夫讲说废话，各位你去看哦，这是凡夫啦哈。可是这个是佛陀伟大的教法，这个有他的用意啊。为什么一再的重复，让你更肯定、更肯定、更肯定？好，现在世尊啊，现在跟须菩提讲，须菩提啊，菩萨无住相布施，如果菩萨不住相布施，就是无所住而行你布施的话，福德亦如是，不可思量。好，现在重点来了，这里面呢有很重要要讲的内容。好，现在弥勒菩萨寄诵对这段话，弥勒菩萨出了一个寄诵。各位，我看到所有弥勒菩萨寄诵里面，每一个都很难解。各位，除非你听到真的善知识跟你教导，你自己看你会看不懂。那现在他什么寄诵来描写这个，让我们更清楚。他说，各位，这段单从文字看很难，我们先念一次。谈意摄于六，知身无畏法，此中一二三，名为修行住。什么意思？各位，这个意思你懂的话，
各位，我跟你讲哈，你是一个根器的，根器的，你也阿勒拉达基，什么意思？你们赞叹的不得了，哇！大菩萨讲出来的话，各位，弥勒菩萨当然就是已经到等觉菩萨，他是未来佛嘛，已经成佛了。他现在是等时机，龙华三会而已啦。各位，当这个懂，你懂得弥勒心，就是佛陀心，就如来心。各位，我们还一条路哦，可以等龙华三位跟随着弥勒菩萨到娑婆世界来成佛，也是一条路。跟着弥勒菩萨的伟大，就问各位的愿是什么？是你想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去那边阿毗跋致慢慢修，还是呢直接入龙华三位跟弥勒菩萨来？可是你要跟弥勒菩萨来，弥勒菩萨寄送，你要赞同，你要懂啊，才是弥勒心啊。好，各位现在解释了，什么叫坛译？坛译的梵文叫做丹那，丹那，各位，总归句话，丹那总归句话叫做布施，叫布施，中文叫做布施。那个梵文叫丹那，中文叫布施。那个布施其实从这个布施开头，可它有总的六个方式，可以就像六艘船一样可以到彼岸，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六度万恨。六度，所有的万恨不离六度。那个哪六度？我们就知道第一个就是布施。现在布施是总名哦，布施没有分成布施哦。好，接下来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波罗，各位，这个称为叫六度。这个什么叫坛译摄于六？是丹那藏的意识分成，它总摄有六个，就是我们华严这个《华华经》上讲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波罗。这个大家很清楚，大家都知道。各位学佛，大家都知道这六度万恨嘛，六度波罗蜜嘛，哈。可大家知道，就这六度。可是，这六度的总归吧，这六度坛译是摄于六，可是它就分三个，布施又分三个。哪三个？第一个叫做财施，第二个叫做无畏施，第三个叫做法施。哦，各位，这个也是大家时常耳熟能详的，个整个、哦、整个这样的一个冥想出来。可今天要来解释哦。所以呢，坛译摄于六，资生无畏化，它有分三大类，它是六度波罗蜜六个嘛，分三个嘛。哦，总归就要布施有三大布施，往面上讲嘛，财施、无畏施、法施。可是讲到这三个出来，这个是依次三个，布施三法三个。什么叫此中一二三？好，各位去看哈。此中一二三的一，就讲财施。财施是什么？叫做资生，就是你用财物、用食物去帮助人，哦，使人家能够资生，就维持他的生命，维持他的生活。各位，因为你给他钱，人家可以买东西嘛，哈、哦，可维持他的生活嘛，哈、哦，那个叫资生。这个叫做财施，包括你买医药给人家也是财施哦，哦，因为他有这个医药，可以呢让他的生命能够维持嘛。你给人家饮食也是属于财施，所以财施一二三，财施是属于一。一是什么？一就是资生，就是属于财施。所以这个财施总归句话，以财来布施啊，我们称为。就是六度万恨的第一度，总归句话叫布施。那个第二个无畏施，此中一二三，财施是一，资生财施
资深，无畏师是二三。好，那个把它拿过来，什么叫二三？无畏师就是持戒跟忍辱。哦，各读起哈，一才是一个嘛，无畏师二，二两个嘛，两个哪两个？持戒跟忍辱。那法师三，三哪三个？精进、禅定、波罗三个。所以六度里面的六度分一二三加起来是六啊，一呢属于财师的啊，二三呢持戒不持戒忍辱属于无畏师。那法师呢三种，精进、禅定、波罗，所以叫一二三。所以各位你看这个记忆在讲这个啦、哦、各位我在念什么？我这个口号你要谈意色一六，可是它总共分三大类，那三个资深，资深就财师啦啊，接下来无畏啊，再来化此中一二三，就是这样分下来。各位我跟你讲哦，这个没有解释哦，你这个要猜谜哦，数目一大堆，你跟你讲没办法啦，真的啦，我这样解释各位清楚了哦。好，各位再听哦，为什么谈义分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编排？才师很容易了解，我没说过，就是呢布施六度波罗蜜的第一波罗蜜，第一波罗蜜各位属于财师，因为你拿钱、拿财物、拿医药、拿衣服让人家能够维持生活，这个都属于财师。好，那什么叫无畏师？持戒。为什么持戒是无畏师？各位听着，就是我不恼害众生，我不恼乱众生，不让众生心有恼乱，不要去伤害众生，各位这个称为叫持戒。各位这样听得懂不懂？所以无畏师，因为你想杀人想扰乱人，你杀盗淫妄酒，这个都会扰乱众生，所以这五个你要锁住，这称为叫持戒。各位杀，你杀人一定扰乱众生啊，谁愿意被你杀？盗偷盗人家东西扰乱众生啊，你要被你偷盗一定痛苦啊。淫，你淫人一定扰乱众生啊。哦，哥，你看强奸罪还是什么罪？这个正扰乱众生了、啊，谁愿意？你说两情相悦，这个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哦，各位你去看啦、啊，不能扰乱众生啦、啊。哦，杀盗淫妄，各位有时候你骗人也会妨碍众生啦、啊。酒嘞，跟众生有关？有啊，你喝酒，酒驾驾车撞死人，喝酒乱性杀人，一切的杀盗淫妄是你酒后乱性而来的哦。各位。为什么无畏师是持戒？当你持戒的时候，就是在行无畏师。各位懂吗？再来忍辱。持戒的意思是我不恼害众生。什么叫忍辱啊？若有众生恼害我，我不报复。这个叫忍辱。各位，你做得到吗？好，我可以不恼害众生，可是我不换你，你先换我。你门都没有，根本你如果还这样子，弥勒佛所讲的你做不到、哦。什么叫忍辱？今天我受了委屈，人家恼害到我了，不管是用哪一种方式恼我，我不予报复，这个称为叫真忍辱。各位，所以你看，这个叫无畏师。各位，连害你的人，你也让他无畏，这太伟大了吧？可去看他、啊、这是佛教门的。再来法师三个，精进。什么叫精进？站在法的立场，你度化众生啊，不含苦，各位就是恒常在帮助众生，这个称为叫精进。你说不懈怠啊，不懈怠叫精进啊。什么叫禅定？你在呢布施给众生法的时候，时常呢会让众生来乱，因为呢乱说纷纭，人家会诽谤你，说你讲的不对，会怎么样来？我心无挂碍，我的心如定禅定一般，不会受到这个干扰而退了我的精进，这个称为叫禅定。
最后最重要的一个。什么叫波罗？波罗是法师里面三师的最重要一师。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六度波罗蜜是以波罗为眼，来引导前面的盲，由眼来导盲，盲就入眼。各位，什么叫波罗？波罗就是佛陀跟我们讲的无所住，称为叫做波罗。所以各位，一部《金刚经》跟《大乘般若经典》全部在讲无所住，这样听得懂不懂？所以才会拿出了镜子啊等等来说明，要让各位无所住，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叫无所住。因为从本心出发，所有一切对本心全部都是影像，影像如何住呢？这个才能让各位无所住。这全部都是智慧的问题哦，各位，如果你能这样子的话，了解这样子的话，这个弥勒菩萨说，那就可说，就是真正的修行住。修行就是这样子修行的啦，所以称为叫修行住啦。各位，这个是弥勒菩萨在解释《金刚经》后面的要义。各位，跟弥勒菩萨鼓掌一下，这太伟大了啦！各位，跟你讲，《金刚经》，当你将破未破，在那一个即将把你的妄心的门窗要打开的那一刹那，弥勒菩萨推你一把。可看到这个记忆啊，清楚了，明白了，无所疑惑了。各位，这念下来好像白话文念下来了。各位，今天我们的功课两个记忆出来了，是今天要讲的弥勒菩萨记忆，谈义摄一六啊，来嘞，资深无畏法，此中一二三名为修行住。所以后面有一句话，菩萨应如所教住。菩萨要怎么修，要怎么教，要怎么住，就是这么住，无所住而住，就是这个。各位，这一段让各位听得懂不懂这意思？所以六度万恨就是修这个了。各位，我现在是从法的观点来，各位，你们是在家人或者不管出家在家，日常生活都是在六度万恨哦。各位，你要知道哦，你是个公司的老板，你花薪水给人家，这个是财师。更你要知道，财师，不然人家怎么生活？啊，当然，你的员工也对你财师，因为他们要努力工作，创造好的家机，最后老板是得到最多。好，所以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是相对的。各位注意，六度波罗蜜的时候，一切都相对的，不是只单方面好哦。所以叫自利才能利他，利他就是自利哦。你去看财师、布施、无畏师也是一样啊。你自己持戒，不杀盗淫妄酒，请问持戒是你的功德，请问受益的是众生呢？不是都是双方面吗？好，再来忍怒也是一样啊。你虽然受到伤害，可是你不报复，你的层次在提升呢，各位，也是利益双方面的众生。因为如果站在世间外角度，你在报复，他又报复了更严重，所以你一忍怒，事情就解决了。可你去看看哦，接下来法师，当你精进的时候，众生受益，或者你在日常生的时候，各位，你讲一个道理给人家听，众生受益，其实自己受益，因为这个话你讲出来，你一定砥砺鞭策你自己。禅定也是一样啊，如如不动的心呢、啊？教众生如如不动的心，你也能如如不动的心呢、啊？各位，彼此间各共入禅定嘛。最后，无所住的思维是所有五度里面他的眼，他可带这五度回归自性呐、啊。所以各位要知道，佛法不离日常生活。须菩提是看到佛陀在日常生活里面，可他引发这样子的问法，佛陀对他的回答。好，那个当这边各位清楚了哦，要这么住哦，这个叫做名为修行住。好，各位，这是大家没有疑问的哦，接下来再看。来，须菩提，云意云何？
可以身相见如来否？福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好，各位，我现在跟各位讲哈，《金刚经》如果我们就把它分段的话，《金刚经》到这边，我们第四讲。第四讲的最后结论的重中之重，就是现在要讲的这段经文。各位在讲重中之重哦，也是一个总结哦。重中之重到最后的结论也是重中之重嘛，吼，就是用偈表达。各位这偈大家已经朗朗上口。现在这个先为最后的偈来做一个注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是最后波罗蜜无所住最后佛陀的交代。跟嘱咐，哦，善护念诸菩萨，善护持诸菩萨，佛陀的嘱咐，现在已经是整个前面嘱咐的第一段了，第一个重中之重了。前面当然字句句的每句都重点，可是这边又来提醒做结论一次。好，请各位听着，佛陀讲到这个地方，他已经告诉我们怎么降伏了，怎么安住了。那个，当我们能把四相破掉的话，离开四相的话，即使四相是我们妄心才有四相，本心本无四相哦。我的本心是本无我，本无人，本无众生，本无受者。本心为什么没有受者？请问各位想一下，本心如虚空，虚空哪有时间的概念？时间是我们站在这个角度里面，我们有一个记忆的意识，才要叫做时间哦，这个叫过去，这个叫未来。请问虚空什么是过去未来？哪一个点叫过去？哪个点叫未来？各位想想看呢。所以呢，我们的心如虚空，既然如虚空般，所以哪有受者相？所以跟我们的心既然如虚空，就本来就没有受者相啊。如虚空这个空空，本来就没有一个我啊。我是误会啊，是你认为误认啊，误会你有一个我，虚空哪有我？那没有我哪有人？人也是虚空，我也是虚空啊，众生也是虚空啊。所以各位，你懂得这个啊，原来我们所有的心跟佛的心是一样，你就是没有修行，跟有修行也是一样，本无四相，是我们的误会才有我相、人相、众相、寿者相，而这四相困扰的我们累劫轮回。各位，所以各位要懂得，这是见地的问题，不是你修来的。我修到无我相，各位不用。所以见地，你要怎么修到无我相？我一直的念佛，一直的拜佛。各位，当然这个是三摩菩提的修啊，可是你不知道本无的话，你要怎么修你也没办法。你一直认为我有一个我，我要修到无我，各位告诉你啦，百千万劫都修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有一个我，你怎么修到无我？各位，在上一讲我不是拿一个刚好这边有一个指出来吗？一直要把这个我去掉，一直修行到最后还是会存在。你说都没有，没有还是有能量啊，把它烧掉，烧掉还是有能量啊。各位，什么叫无我？本来都没有，不是这个最快吗？大乘法是讲这个单刀直入，请各位注意哦。所以我们佛法在讲顿悟成佛，回头是岸。很多人都讲啊，这个是佛在鼓励我们，不可能呢。佛跟你讲，就是这个可能，是你有没有承担而已。啊，你承担要干什么？再去修啊。所以叫趁性而修，悟后起修。你没有悟，你修不了，因为怎么修都错。我要修到无我，各位跟你讲啊，你办不到了。怎么修到无我？我修到无众生，各位你办不到了。怎么修到无众生？可你见地知道本无众生，众生本正佛，本是佛。各位，你的修一进去就到。所以各位再回想《圆觉经》。佛陀很伟大的地方是对威德自在的对话，他告诉威德自在说，圆觉有三法，各位知道吗？奢摩他、三摩菩提跟禅罗。可是你要修这三法的前提，先有一句话哦，哪一句话？以净觉心悟净圆觉。当你没有悟到你的本心就是圆觉的话，修这三法
无意。奢摩他三摩婆提跟禅罗要讲之前，一定这句话，哦，威德自在菩萨以净觉心修奢摩他，以净为行，以净觉心进入圆觉，修三摩婆提，以幻取幻，以净觉心来修禅罗，绝代灵心，绝对绝代进来，你就是他，毫不怀疑。各位，你不要以为你们常听这番话，我要告诉你，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现在在末法的修行里面，很难知道体悟跟提到这个，都还在渐次在修，也不能够说渐次是错，不能讲为什么，因为习性要渐次修。可是你不懂得佛性的话，你再怎么修，修不到。就好像我现在要打靶，我再举这个例子，你们听嘛。打靶嘛，各位，你没有画靶心怎么打？你永远打不到啦。可是有靶心，你慢慢念，一定念得到嘛。我讲这有没有道理？那各位，有靶心叫做悟本心，以净圆觉。你看到靶心哦，再来修三摩菩提、奢摩他、禅罗，有一天你就会到。道理如此嘛。可是佛陀教我们一种方法最快，各位。我在讲菩提心论的时候，讲阿弥陀经的时候，有一招哦，画拔心，把拔心画在地上，你剑拿下来，眼睛闭着，乱射乱中。因为菩提心论讲说，拿剑而射地者，无不中者。各位，那个叫花菩提心呐、啊，谁招谁厉害啊？各位，你现在懂不懂？好。那各位，你说啊，这么简单，为什么不会？因为第一个，你福报还不够；第二个，福报不够者不会相信；第三个，为了使我真的确信，所以要不断的熏陶，不断的听，听一次啊，耳边通啊，可听到绝不怀疑。各位，就是你成佛之时，可你要听懂这一番话。所以佛为什么花49年？进入到大乘部的时候，佛讲的完全都一样。为什么要讲49年？就像我讲的，一个正方形，这90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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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只讲一个90度。但我们也赞叹，因为他时间很短。佛陀一直会讲这个90度，就90度，90度，从边翻过来90，90，因为要让你知道90度到立完全，第一个思考就90度，不用再想，也不要怀疑。佛陀要让我们第一个思考，你就是佛，说众生都是佛。各位，就你成佛路了，就看各位你有没有办法这样承担。可这样承担的过程，当然理有顿悟，成悟并消；事没有顿修，这个要因次递进，要磨练啊。可真的要磨练啊。可这个磨练，等一下会讲要怎么磨练啊。就佛陀在《金刚经》外告诉我们了、啊，各位，这一段我讲完的时候，可能要下一次才能讲了。佛说，若有人了解到《金刚经》，不是在一佛、二佛、三所种出善根，无量诸佛所种出善根。各位，你要知道哦，佛陀特别把怎么叫送善根，把它讲出来，这个叫渐修。各位，你没有做过这些事，你绝对没有办法有善根。能够顿悟没办法，各位，我现在先事先讲了，因为这个是下礼拜比较会详细的。这个善根在《观无量寿经》的净业三无里面提出来了。他说：“成我的净因在净业三无。”我现在就用念的，我下礼拜就会写的。一，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13业。可问问你自己，你有没有？你说你有没有善根？你这个都做不到，不要讲你有善根。你有没有奉事？你有没有奉养父母？你有没有奉事师长？你对善知识怎么对待？你有没有慈心不杀？你有没有修13业？13业就本心呢、啊？这是净业三无的第一个。你没有这个，你善根薄弱了。你懂懂归懂，你还不是懂啦。第二个。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患威仪。可这是沙弥戒，这是比丘戒。当然，各位没有出家，也可以做到这样子。
受持三皈，心里面皈依佛法身，自信皈依，皈依自信佛法身，觉正净，不受污染哦。最后，深信因果发菩提心，重点在发菩提心，菩提心一发，如射箭一样一定中。深信因果，什么因果？不是世间的因果。发菩提心是因，成佛是果的这个因果，领悟本心是因，成本果的本，成佛的是果。那弘诵大乘，把大乘思想弘扬，一定要弘扬哦，因为你自力要利他，然后劝进行者。什么叫劝进行者？让还不知道的人告诉他无着数，告诉他波罗，告诉他你本成我的这个见地。你如果今天你对金刚经你懂得这个，马上能实现到佛已经跟我们受记，你已经在无量诸佛所种诸善根，换句话说，你已经在无量诸佛已经做过这些事了啦。今天就是你成熟，你才会深信不疑。所以金刚波罗你完全深信不疑而实践者圆满的时候，就是成佛之路。各位要懂哦。所以须菩提问听了以后，涕涕悲泣，人家已经大阿罗汉了啊，原来还有这么深的华义，还佛陀还来指示我们这个。以前我们都认为成佛遥不可及，度化众生绝对做不到，佛陀一针见血，金刚经前面开头就告诉我们了。你看佛陀就多伟大了。好，那各位，现在我来讲这一段，是今天功课要结束的重要的一段哦，请各位听着。佛陀叫我们要这样子安住其心，安住，安住什么心？安住无所住心。各位，安住无所住心，这是我们的本心。本心本来就无所住哦，各位你要知道哦，我今天会有所住是失常哦，是失常人，是非正常人哦。所以各位，当你懂得波罗思想的时候，当你知道你是非正常人的时候，佛陀赞叹你，就等于你快要变正常了。各位，为什么？喝醉酒的人不会说他喝醉，当他知道他喝醉的时候，可能快要醒来了。各位，梦中之人不知道他在做梦。佛陀对普贤菩萨讲哦，梦中之人不知道是做梦，当他知道他是做梦的时候，他已经觉了，已经醒来了。各位这句话听得懂？各位再听一次，你现在做梦，你绝对不知道你是做梦。各位，你有一天你讲说，哎，我梦醒了，佛陀说你已经是从梦中睡醒了，你才知道你梦醒了。各位，什么叫忏悔？你如果都不知道自己的缺失，你永远没有忏悔，你是口头跟佛做一个交代。什么叫真忏悔？我承认了，我已经乱了我的本心的清净意，清净是无所住，我现在竟然在住。你没有住你怎么会发脾气？你没有住你怎么会计较？没有住你怎么会大声？没有住你怎么会做这件事？忏悔，跟别人无关，是我自己的事，忏悔。各位，这个才是真正的以戒为师，这种人一定成就。如果你还辩论还辩，这我怎么错？是你错啊，你也这样子。各位跟你讲，你永远来停留在这一个住的当下的妄心当下，你很难降伏。各位，我讲是我内心的真实话，我时常也对我自己是这样子，也这样子来勉励砥砺我自己。各位一定要知道，所要安于无所住心，这是讲到这边，各位佛陀谆谆教诲的交代。好，那各位这种安于无所住心的这无所住，才能够安住在，在安住，先安住，安住在般若空性的实相。我现在用这句话，这句话是古高僧大德在注解《金刚经》，我引用他的话。好，各位尽量是引用高僧大讲出来的话，我是在做一个诠释者。好，各位听着哈，他说：“当你《金刚经》学到这边的时候，哦，菩萨应如所教住，哦，怎么教住？就是不住色身香味触法布施嘛，好。”
所以就是无所住心嘛。你安住在这无所住心的时候，就等于你是安住在般若，般若就我们的本心哦，就本有的智慧哦，空性的实相之中了。可是问题来了，当你还没有体会到完全空性的时候，现在佛陀他就会害怕，所以害怕就说，因为他知道这个是哦，不管你修行多久的一个习性，什么习性，你就会被空性这两个字把你绑住。因为我现在安住了，这般若空性啊，它如虚空啊，叫空性啊的实相之中啊。好，讲到这边，各位如果的见地还不圆满的话哦，你还没有成为菩萨摩萨，或是你还是声闻，还是一个修行的过程里面哦。如果从华严的角度，我们进入性位不得了哦，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到实地，然后等觉妙觉就成佛嘛。你还没有入地之前，请各位听哦，地为什么叫入地？地就是稳固了。你还没有入地之前，各位都还不是偏向于空，就偏向于有，是比例的问题，可是都还在这两者荡杆之下在倾斜。那各位现在讲到这句话，佛陀就是要提醒这些菩萨要赶快的回归那真心本性的入地。当然入地有深浅，才有分成一地二地，各位一直到达这等觉妙觉地嘛，齁啊，这个是另外一回事讨论，就是要入地。可是现在怕还没有入地的菩萨听到空性这两个字，他会落入二见空。二空见，什么叫二空见？二的意思有为执着于空见。可到这边上听得懂不懂？二的意思不是好坏，就是你还会在执着在空，要偏空这边。所以《金刚经》的这一段要跟你讲空有之间的关系，可太伟大了，所以它是圆满的般若哦。好，现在我把这段经文，我们现在开始做解释了哈、哦。各位还没有解释这段经，我说是重中之重哦，是作为一个段落哦。各位再听一次，虽然佛告我们，叫做我们要无所住而安住在真心，安住真心的时候，你就会进入到般若空相。般若空性的实相，进入到般若空性的实相，佛陀举我们的心如虚空，哇，佛陀会害怕我们又会执着在虚空的空见，那怎么办呢？现在佛陀要讲的须菩提啊，于云何，各位注意哦，金刚经的每次于云何一定是佛的深意。佛在金刚经里面，我跟你讲哦，那一种剧情如果你懂的话哦，如果从我们要写小说来，各位一起拍电影，它是紧凑到无懈可击，马上一个就破一个，马上一个破一个，让须菩提呢，他的没有办法去让他的妄想能够而起。佛陀是如实者，他就知道声闻乘跟众生在想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我现在讲虚空，你要入入空了，赶快！佛陀不用你问，佛陀马上叫一声须菩提。所以各位你会发现到为什么须菩提会掉眼泪，感恩戴德，佛陀怎么这么了解我们啊。各位，伟大的老师就是这样子，不带你开口，他不讲就不讲，要讲的话讲得彻底给你听，可是有个条件，你要愿意听呢、啊、你是不是一个法器能容纳这些大话。各位，换句话说，佛陀要讲金刚的时候，金刚经的时候，很多人不能接受了，所以佛陀不讲了，这个是要对当机众才能讲了，不然人家又毁谤啊。好，各位注意听头，须菩提啊，于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佛？胡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各位这一段话太重要了，各位听着，可以身相见如来佛。身相是什么？身相就是生灭相，有生灭的有为法相，像我们这个身体，这叫生灭相，它是有为法的生灭，
的生灭现象。如来佛，这个如来，各位注意哦，《金刚经》讲如来是在讲我们的真心本性，好，讲世尊是讲2000多年前我们的那位老师释迦牟尼佛，讲佛就是所有大彻大悟的觉悟者，可他现在用如来哦。好，那各位你们听，既然身相是有生灭的，有为法，请问如来是生灭还是不生不灭的？如来是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所以他现在要来问什么呢？要来问说，请问须菩提啊，我现在问你，可以用有为法的这些身相来见无为法的如来吗？好，可这句话如果用倒装的话，因为鸠罗摩什是用魏晋南北朝的文笔哦，这句话的倒装就是可以。就是如来可以身相见佛，各位，这是一样的话。这句话一样是倒装回来了。好，能不能用身相来见如来吗？啊，如来能不能用身相来见呢？一样的话。好，各位注意哦，这答案出来哦，胡也。各位，什么叫胡也？他要破空性哦。胡也的意思是佛话，佛的话不是佛定句。什么叫佛也？也可以，也不可以。可注意啦，这个是《金刚经》难在这个地方。这以前我讲过《金刚经》，我就把这个论文弄成大重点。佛也，是不是念胡也？胡，这个是佛嘛？见如来佛，它是疑问句嘛？胡也，这告诉你佛话。也可以，也不可以。世尊告诉我们说，不可以身相见如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是不可以，不可以身相见如来，所以叫做佛化。何以故？为什么？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各位，重点在这里，请各位听着哈，仔细听哦。为什么如来跟身相的关系能不能用身相见如来？胡也世尊，不可以身相见如来。然后就问一个何以故？为什么？因为如来所说身相，重点在如来这个两个字。如来所说的身相，如来说的这个身相，即可注意哦，非身相。我现在要把这个文字拉开，因为现在还不是讲即非是名的时候，可是先第一次来试水温上翻开。如来所说的身相，即非身相两件事。换句话说，如来所谓的如来的整个实相，是非真相。我先从后面，为什么非真相？因为它本来就无形，本来就无影，本来就无踪。什么叫非真相？它是如来的定义之一，因为如来是非真相，如虚空，所以它不生不灭的实相。可是如来是从不生不灭的实相里面遇到缘所示现出来的有生有灭的身相。各位听得懂不懂这意思？各位如果记得听得懂，等一下要鼓掌哦。哦，听不懂就先不用哦。各位先解释哦。现在佛要告诉须菩提说：须菩提，汝等不要落入空见，不要以为如来是空见，如来是二空见。如来的意思，它是身相，也是非身相。为什么？因为生灭的身相是从非身相所引发出来的幻影。哥，这太感动了，如来。所以为什么叫如来？如虚空，来，它有来去。
可妻子懂不懂？来妻子怎么来的？是因缘而生的，是缘生的，缘来缘去，缘生则生，缘灭则灭，这个叫生相。可是为什么有生相？是非生相所现的，没有非生相哪来生相？而这个非生相啊，它不是缘生的，它是当下的本有的，它是不变的，不变作我们的本心。那个叫缘生，是随缘的，是随缘的。所以如来是什么？如来站在随缘的角度是生相，如来站在不变的角度是非生相。所以生相即非生相，各位诸有这样断就生相即非生相。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是，如来可以生相见吗？佛句要出来，也可也不可。站在随缘的角度，他现生相；站在不变的角度，他不是生相，因为他是空相。各位，这个你懂？我跟你讲，这个见地你圆满了。如果生相讲有的话，非生相讲空。各位，般若经佛不是一直告诉我们空有不二吗？可心经的那一句话太重要，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请问各位，生相是色还是空？色啊。请问空啊，空就空啊。所以心经不是一直在告诉我们吗？色不异空，不异就是即啊。空不异色啊，非生相即生相啊。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啊，这个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啊。又讲更明白一点，等号啊。各位，我现在举这个，你就完全没有疑问的啦。请问各位，我举镜子，镜子是非生相还是生相？镜子啊，非生相啊。可是它碰到缘，就会变成什么影像啊？影像出来叫生相啊。所以各位，所有的生相都幻化幻影嘛，哪一个是真的？对不对？这生相都幻化，那个为什么要幻化？是从非生相变出来啊。所以不变常随缘，随缘常不变。这句话好像我们在绕口令，好像常听到在讲这个道理。所以心经坦白跟你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空，空即色嘛。各位，当你懂得这个真正的如来真实的实相，你才会动，才会落入两边。各位，如果你真的懂的话，要鼓掌一下，厉害，这不得不赞叹呐！各位，告诉你啊，这佛陀的智慧啊，这了体悟到实相的思维就是这样子。你看《金刚经》《鸠罗摩什大摄观》，简洁表达出来。各位，底下又来重复一次。总归句话，佛告须菩提，传所有相皆是虚幻。换句话说，生相的东西全部都是虚幻。它有没有？有，可它是假的。它是从我们的心产生出来的幻影。比如你想到一个人，那个人出现，那是幻影。可是你们说，这个人明明在我前面，他在你前面，可是你从心看到他，你没有心怎么会看到他？你透过眼睛看到他而已，他也是你心中的幻影，就比如是镜中的影像而已。所以凡所有相就虚幻，所以凡是缘生之法，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全部都是影像。佛陀讲没有个例外，包括十报庄严土也是幻象。好，说的一切都是幻象，地狱恶鬼畜生全部都妄象，十法界全部有相出来都是幻象，所以凡界相皆是虚幻。既然凡所有相皆是虚幻，如果能体悟、觉知、察觉诸相，诸相为什么会出来？就是这指跟指的原生相为什么会出来？就是从你本心示现的嘛。那你看到了本心出现的诸相，你知道它是非相。什么叫慧相？哦，它是我心中现出的影像而已。当下你就见如来了。为什么？如来起作用了啦。各位现在告诉，如来无时不刻不起作用，是我们不知。你透过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如来在起作用。
所以佛教们怎么见如来，怎么现出如来，若见诸相非相即现如来的这个人开了华眼跟佛眼。跟我们讲华生大士，你知道什么叫华生大士吗？正在法界心的角度里面看到的众生，所有山河大地，所有我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的所有的觉受，一切都是影像。这个人叫做回归法界，称为叫法身大士。各位注意哦，法身大士就成我的前一步、哦、那他开法眼了、啊、现在佛陀就告诉我怎么见如来的方式了。怎么见如来？日常生活在见如来，若见诸相非相即现如来，当下这面镜子你体悟了，你了解了。各位，今天的时间到这边，金刚经的架构是这么样的紧密，可只有两分钟做复习。所有要成佛只有降伏跟安住两件事，要成佛就是要达到两个条件，下化无量无边众生，上求佛果。所以出家人叫上下，上下的话哈，上求佛下化众生。佛陀已经告诉我们怎么下化众生，无众生可化。什么上求佛果？你本来就成佛，问题解决了。那么你解决再来细项里面再来讲，你要达到这样的见地，就是金刚经那句话，你的心要无我相。我相是我们的妄见，怎么样没有我相？怎么自见灭度无数量边众生？你的心能广大到所有众生都能包容，你自然没有我。然后度众生回归佛土，哪有人存在？就破了人相。再来本无众生可度，你破了众生相，你心不留我相、人相、众生相，这个叫做去除受者相。所以我这样一除，我相一除，四相皆除。那四相皆除，佛陀告诉我们，那你除了四相又有多少的功德呢？如虚空一般的功德，无可交注。当你在日常生活里面动用六根，在六尘出现的一些东西无非你都是六度万恨，每个众生都在六度万恨，可是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圆满六度万恨？因为你还有所住。各位，没有任何一个众生不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没有，都有。可是为什么他不圆满，没有回归佛果？因为他的波罗智还在住，所以他进入到盲，眼睛瞎掉。他也是很忙着做生意，也是忙着帮助别人，也忙着在做什么，各行各都在忙。可是他没有进入到波罗智，他还是凡夫。如果进入到波罗智，无所住，注意本心而言，全部都是影像。我竟然是天天没烦恼，我都在做，可是我进入到本心的无所住，无所住如虚空一般。那菩萨但因如数浇注，怎么要浇注？就是弥勒菩萨的那一段话，名为修行注，是这样修行，心如虚空。可是佛陀怕我们说心如虚空，你要入入空见，是佛陀才会再交代，可身相见如来吗？不可以身相见如来，佛陀准备告诉我，也可以也不可以哦。为什么？因为如来的实相是不变随缘，说的身相是如来所变化的，可是所有如来所变化的身相，这个是缘生缘灭，是生灭化，所有生灭化都是虚幻，不要被虚幻的生灭化来妨碍你的如来。那如来的本心本来就不变，不变的本心现出随缘，所以随缘常不变，不变常随缘。在那当下，你看到了随缘的当下，你体悟到这边，你就现出不变的真心本性的如来了啦。各位，这是佛在我们金刚经第四讲里面讲到这一段佛对我们的交代。各位，我们一再的感恩佛陀，这金刚华也是这么样的殊胜，它是成佛的要果，成佛的要诀。好，就我们功课讲到这边，感恩各位，阿弥陀佛。好。